兄弟们，今天给大家打一个距离我100米的距离的一个瓶子，非常的远，不容易打中，试试看看吧。让钢筋飞一会儿，好，高了一点，能不能看见？能把摄像头拉近。不说了，咱们大家都哇，然后那个好，平往左一点。我也不知道。我也不知道他看这个好还是高一点，我哪知道啊，太远了。哇，中，哎呦，这发差不多了啊，非常像。中，那太高了。哇，咋了呀？哎呦我操你妈呀！哎呀，来给我干一把来。哎呀，上午了，这小火机也就打不碎了。那场长风破浪，没有谁能阻挡，勇敢奔跑去要去的地方。甩这段翅膀，勇敢的翱翔，别放弃，这样人生才漂亮。这人潮人海来来往往，总是会让人们迷失方向，只要还记得那最初的向往，就不畏惧风有多狂。浑身的伤都带着曙光，朋友你是否也像我一样，总是茫然也常常丢了主张，却不能磨灭那遗憾。那就我爱你爱得死心塌地，奋不顾身为你献出自己，如果痛苦是开始的原因，就你问我吧，至少让我